10月19日，张艺兴三胎专辑即将发布，他微博晒出一张画，配文：“一紧张吧，就画了只羊，那三 D 叫 Namnana。”照片中是张艺兴手绘的小羊，小羊拿着麦克风十分可爱。网友们看到后纷纷表示：“这是皮卡丘和小羊驼合体吧？”哈哈，不是说好不紧张吗？张艺兴超棒的，哥哥你还会涂鸦啊？他三 D 马上就要出生啦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